布第二件事情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剧场咯，算是。还有舞台。爷爷，我以后想当一名歌手，等我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让你坐到最前排听我唱歌。我的第二件事情的关键词呢，是暖风。暖风，制造一场暖风。因为我们要给爷爷演出。哦。之前我们有开过演唱会啊、见面会啊什么的，在成都嘛，那个时候。嗯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有想过想让爷爷去，但是因为就是现场会有很多的 人，然后大家都是年轻人嘛，理解，也就没有敢让爷爷去。所以呢，今天有机会带大家来到我的家乡，就想说可以去制造一场这样子的暖风，然后也可以让爷爷看到我们表演的样子。好，那今天你必须是 C 位。Yes。领头，领我。爬个 A 型吗？让他站在前面。哎，我觉得也行。不，不要，我要你们围着，我要你们围着。好好好，围着你，围着你。我也有安全感。妹妹要安全感。而且我们都围着你，我们都围着你。我们把队形排一排，我们就是排一个那个，你必须得 U 型，然后大娟在中间。对，我也觉得我们就排一个 U 型，然后让大娟站在中间。对对，就好了。这样你就能看到我们跳。对，然后爷爷能看到你。今天你排，你排，你随便安排。这几个，一二三四五，这边五个，这边五个，那你们就像他们一样，就站这样子。来，你再出来一点。哦，然后你出来一点，这样的队形特别好。OK， 特别 perfect。Music， 哎，我都忘了怎么跳了。哎，我都忘了怎么跳了。小动作吗？我们现在观众是那个牛。哪有牛啊？对面啊，没看到吗？那个山上。哎，这牛真的在看的。牛刚牛刚现在在回头看我们。这叫什么？对牛跳舞。哎，分组，我们分吧。嗯，那个什么，你们这边左边，他们那边右边，然后我就嘿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觉得 dance break 那里，因为我们是个 U 型嘛， dance break 那里，因为今天你是主角，我们就定了。然后你站到谁那边，然后我们就互动摆一个 pose。我知道了，要不你这样，哎，然后你们就摆 pose。啊，也行也行，你指到谁就摆 pose， 好吧？我第一排，第二排，第三排，第四排 ，Go！ 我的梦境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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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好好 ，OK。那我现在就去接爷爷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啊。OK， 去了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爷爷只在电视里看过我表演的样子，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，所以这次带姐姐们来，就是想着让爷爷亲眼看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样子。爷爷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。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。对。那到了。爷爷，你先走到这儿啊，你走这儿。然后你把，哎，爷，你过来，你就坐这儿，就坐这儿，就坐这儿。你把眼睛闭到嘛。闭到。你先闭到，我喊你。你听到音乐了，你再想哈，要不然你再睁开哈，闭着哈。爷爷还没睡呀，回城了。
演的时候，爷爷有拿手机出来就是录嘛。其实自从我给爷爷买了那个手机之后，然后每一次回家的时候，然后爷爷就会突然拿出那个手机，哎，点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始录制。录制完了之后呢，然后他经常就会拿出来看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陪我完成这个心愿，不客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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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爷爷看得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。最后觉得终身就靠我们了，不是不是不是。谢谢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。慢一点，爷爷，小心。爷爷身手真的矫健。然后，我今天呢？